嚟緊同大家介紹咧，就係一個西洋音樂嘅步操樂團嘅表演。咁咧一陣間嚟緊嘅時間咧，我會同大家再介紹多少少有關今日嘅音樂啦，同埋步操樂團佢哋嘅音樂啦，同埋發展嘅歷史嘅。咁首先我邀請大家俾埋熱烈嘅掌聲，歡迎我哋今日嘅劃時代冷樂步操樂團進場，好唔好啊？有請。大家看到他們進場的時候其實都已經很有隊形了。這個劃時代雅樂步操樂團就在2001年那陣時成立了，至今其實已經成立了有超過10年的歷史。他們 的團員都是來自香港的青年人士，他們大家都是玩這個管樂，不斷是不論是木管，你看到有長笛、單簧管等等，息事風等等，也有紅管樂、吹喇叭的，有小號手、長號手、大號手等等組成的。咁咧，佢哋咧曾經咧呢個香港青少年慶祝回歸10周年大巡遊，即係2007年度嘅時候咧，亦都應邀有喺在場嗰度表演啦，又起試過屯門區回歸杯嘅足球賽啊，等等。最近一次咧就喺更加比較大型咧，就係2008年，大家記得應該有北京嘅奧運係嘛？香港嘅應佢哋應香港奧組委嘅邀請咧，喺香港嘅奧運同埋殘奧馬術嘅比賽項目中間咧，亦都有接受過邀請去到表演噶。咁喺過去嗰幾年裏面咧，佢哋好犀利啊！不斷每一年參加香港嘅公開步操比賽咧，佢哋每一次出場咧都攞到好好嘅成績。咁分別攞過曾經有4金2銀嘅優異嘅成績啊！咁我哋俾啲熱烈嘅掌聲，我哋劃時代冷樂步操樂團為大家演奏第一隻樂曲，多謝大家。大家要唔得咧？剛剛咧，我認為大家演奏嘅咧，除咗步操之外，可能步操亦吸引到大家嘅視線啦，係嘛？佢哋啱啱演出呢個咧，就係取自呢個Spider-Man 係蜘蛛俠啊，蜘蛛俠嗰套電影裏邊嘅一個主題曲嚟嘅，咁大家應該認得噶啦。咁咧，跟住落嚟咧，我哋為大家演出嘅另外一隻首歌，另一個曲目咧就叫做一個西班牙文嚟嘅，叫 Oye Como Va。咁其實個意思咧就 check it out， 即係大家睇。我哋再俾啲掌聲欣賞佢哋演下，好唔好啊？
Thank you.
你見到咧好多唔同嘅樂器咧，前面嗰啲可能輕啲啦，有長笛啦，有單簧管啦，係嘛？後排啲你會見到有啲金色部或者銀色嘅金屬嗰啲樂器，其實係銅管樂器嚟噶，分別有小號啊、長號啊，哇！或者呢個咧好大個咧，呢個其實大號嚟嘅。一陣你可以訪問下導播，佢其實拎住嗰幾個又要操咧，又要背音樂，又要吹咧，其實都真係幾重幾辛苦啊。咁後面你見到啲敲擊樂啦，幫手做啲節奏嘅部分添嘅。咁咧咁補充樂團嘅組成咧，通常由20多人去到40-50人。嘅編制不等啦，甚至乎咧，有時你見到大型啲場地咧，你除咗見到捕捉音樂嘅樂手之外咧，可能會有時有啲拳手啊，或者周邊咧，可能會有啲女仔有啲玩下啲唔同嘅花式咁夾埋落去，佢成個令個畫面咧會好睇啲。咁如果各位咧坐前面嗰啲朋友咧，可能未必見到啊，佢不斷雖然咁不斷呢度行啦，咁但係其實你未必見到，其實佢哋好努力咁樣咧，其實嚟製造緊一啲唔同嘅隊形嘅高啲嘅山頂朋友可能會見到啦。頭先好似應該有個心形做咗出嚟啊，有冇人可以睇到噶？有啊，有朋友岌頭啊！咁如果想睇補充樂隊咧，除咗聽音樂咧，所以你喺高啲嘅位置，通常可以喺度睇到更加好嘅視覺效果添㗎。咁為大家繼續落嚟介紹下一首歌咧，就係嚟自一套出名嘅1980年代美國叫《大火球》啊。咁嗰套戲咧，其實講一個50年代好出名嘅搖滾嘅音樂家叫 Jerry Lee Lewis。咁佢咧呢位音樂家咧，其實當年代咧有人講話佢嘅音樂咧，佢嗰個地位咧，甚至乎比同期嘅貓王皮利士尼，可能佢嗰個成就係更加要高添啊！咁呢套戲咧，《大火球》咧，就係講佢呢位Jerry Lee Lewis 佢嘅生平同埋佢嘅事蹟噶。咁呢首嚟自《大火球》嘅主題音樂，我哋俾啲掌聲。Thank you.
多謝曬，我哋俾啲掌聲，再一次掌聲，我哋多謝我呢個畫士來那個暴衝樂團。